闽南话，喋喋不休，应该怎样讲？怎样写？碎碎念，示意喋喋不休，一直重复唠叨不停，说来说去都是说一样的话。你一天安尼碎碎念，干袂喙干？你整天这样唠叨不休，难道不会口渴吗？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，请点击下面，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